成龙与众女星合照，章子怡抗拒，王祖贤无语，范冰冰最享受。说到成龙大哥，娱乐圈里哪个明星不是肃然起敬？成龙在影视界也是摸爬滚打几十年，才有了现如今的成就，去年还获得奥斯卡终生成就奖，当之无愧的中国功夫电影第一人。大哥生活中喜欢与人合影，特别是女明星合影，成龙大哥不是抱就是贴脸，甚是亲热。今天小编就来大家盘点下和成龙大哥拍过照的女星。这是成龙与韩国影星金喜善在一次晚宴上的照片，成龙面色红润，应该是喝醉了，趁住醉意与女星金喜善搭讪，不知大哥是在讲神话剧本还是在说一些家常，总是大哥形象这张照片是了。成龙拍照喜欢抱住女星，尽管章子怡不是很情愿想挣成龙的手，但姜还是老的辣，紧紧搂住无法动弹，学到了。如果说章子怡的抱大哥没有如愿，那这张与王祖贤的合影，成龙可是占足了便宜，紧紧的搂住王祖贤不放。范冰冰和成龙的合影让小编无语，大哥紧紧搂住范冰冰不放，而且范冰冰并不是反抗，两个人好像在玩过家家，果然大哥还是老的辣，连范冰冰都难逃他的手。抱都抱过了，接下来就该贴脸杀了，紧紧的搂住周迅的脖子，两个人似乎在密谋住什么，你俩让旁边的陈坤很尴尬啊。最后是小编的女神刘亦菲，大哥也是熟悉的搂住女神的腰，两个人亲密无间，小编受到一万点伤害。你们喜欢成龙吗？评论留言下方。